Hello， 欢迎回到三丰小秘诀。这次我们要来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点舌方式。这个技巧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音色变化而产生的，在爵士乐当中非常的常见，就是 mute tonguing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使用时机及练习方式吧。在演奏的时候，点舌可以获得音符的颗粒感，甚至是重音。但如果反过来，我们希望音符跟音符之间的颗粒感不要这么明显时，就可以用这个技巧。它可以用来模仿歌手悲伤时的口语不清，或使用在爵士乐当中的 ghost note。在五线谱上看到音符打叉叉的，就可以使用 mute tonguing。这个技巧可以让音符之间的音色变化更多元。如果点舌是将声音完全停止，我们定义它音量是零，有声音是一， mute tonguing 就是 0.5 或是介于0到1之间，依照需要而去调整。练习的方式就是先去感受点舌时舌头接触竹片的位置及力量，并试着将舌头停滞且维持在竹片上。以上练习稳定后，再试着加上音阶练习及 swing feel， 可以产生爵士乐中常见的 ghost note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看看一般的点舌及 mute tonguing 的点舌方式有什么差别吧。萨克斯风当中许多的技巧都是为了丰富音乐及增加音符之间的变化，熟练了之后，我们可以试着放到我们演奏的乐曲当中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让更多人可以学习及认识到这些技巧。三丰小秘诀，我们下次见。